近日，2008蔡居油画雕塑上海、纽约、密尔沃基巡回展在刘海粟美术馆举行。蔡居先生是一位功底深厚、修养全面的艺术家，他善于意象和抽象的绘画创造，也长于写实绘画的技巧。在此次展览的开幕式上，他将作品《星光》捐赠给灾区，以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悼、对生者的关怀和鼓励。